你来你打打球赢了。各位，我在吉宾大肥料代理啊，这位安哥是我的，啊，每天半夜看我的电 Facebook 啊，有啊，有没有？看到半夜啊，各位啊，来吉宾大，你看，这个是全部用我的肥料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全部用安哥威廉肥料啊。我用你的玩。好，你用我的肥料榴莲怎样？差不多了，很好啊。哎，啊，这很好玩的，很好，味道也是很好啊。味道很好啊，有一次开花吗？又开花了，就是我怕它开花，怕它开花。现在榴莲落完，它又来了咯。以前呢？以前没有。以前没有啊。啊，没有。现在呢？现在又有，榴莲籽又来了。各位啊，你们大的人讲了啊，其实很多顾客讲。你用我的肥料啊，放了啊，你榴莲掉到药丸，它又开花，又开花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泥土肥沃，是了是了，应该是逻辑哈，因为它这个开花，你给它开自然的开，你不是放 MKB 去催花的，催花就不一样，对吧？各位看啊，这个是用安哥威廉肥料啊，这个你是，这个不要这个弄到安哥，哎呦，谢谢啊，你看。这个尾巴凉了嘛？一点点，一点一点点。啊，还没有生番薯哦。榴莲没生真好哦。啊？嗯。怎么我这样问呐？很多人会这样哦，很多。我这帮我很少，我没有这样。啊，这位老板用我的肥水，这样可以啦，用了可以啦，啊，还可以啦的。全部用我的。我倒了一帮。两磅肥，放两磅肥，一磅肥。各位啊，人民大的这位杨哥讲啊，你讲，来，你讲人民大人讲他们的榴莲怎样？可以啦，没有别人的。别人的很多黑子啊，别人有很多黑子，老是讲很多黑子。你的呢？我的很少，没有什么，这样一点点，有三几粒这样一点点。那么你讲别人的很多阴影啊？这是最多的。哦，你的隔壁人啊，跟那隔壁人呢、啊？哦，别人的你讲硬硬啊？不是硬硬，他们有一部分啊，才对，所以有部分啊，很多是这样的。硬，他的肉，他说听说是比没有这样光滑这样的。你的呢？我都差不多可以啊，还可以光滑。哇，还可以光滑啊、哦！哇，会使无？你讲你榴莲吧？会使。啊？会使。哇！哎，榴莲妹啊，你榴莲妹啊，你讲真强了咯，你敢不？榴莲妹啊，一路不好吃啊！啊，榴莲妹个好吃，看到无？这个是榴莲味啊。嗯。老板，对呀、啊，你讲你隔壁人那个用我的2年多讲。啊？他的啊，很漂亮，他的树花实在漂亮。他讲我是支持安哥威廉的榴莲，的肥水，他的肥料。啊，他用2年多了。现在跟着他用了。啊，这位老板，1年半前我去你的园地啊，那时候没有招牌，看了都怕啊。是啦，就是不懂怎样用法，等你来就是这样啊。啊。哎，榴莲妹啊，你看你在不？啊，各位啊，榴莲尾你看啊，啊，哎，榴莲妹了，啊，榴莲妹啊，你看你爸还在不？好，我掉。阿哥，威廉喵啊，在去哪？什么？在这样？去哪？去哎，不要够了，不要够了。哎，美女，你讲你代理阿哥威廉肥料有两个要给你拿代理啊？是啦，你们那有2个人啦、啊，但是我不懂是谁。他讲呢？他也叫我整个店割过去给他，我这样辛苦拿到，不可能我又割过去嘛。哦，他讲他要代理啦。对，他讲没有你给我做咯，我去政府部门都跑到这样了，我哪里还要啦？你看，啊，安哥威廉的肥料代理之前啊，你看，你不好哦。不要紧哎，你讲这个礼拜很红，你的生意。因为。有人上网讲他的东西吗？要告什么吗？啊、其实你们要告，你不是把我的店推上更高一层楼了？你们自己用，你们应该知道。OK，
这个肥料会不会说话，这个树会不会说话，你们自己应该懂的。这个礼拜的生意可以不？可以咯，会更好咯。OK 啦。哇，我的店，我的店之前啊，有人要给你顶去做啊？啊对对对。两个人啊。啊，两个昂哥。他要做了。对，我们讲这么你不去做的，不你不早一点，这么你不早一点去拿，我有讲他。他讲他想拿很久了，但是没有拿到咯。哎呦，谢谢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想拿了，真的啦。啊啊！这些安哥，你看，这间肥料店是他的女儿啊代理的。哦，以前你的榴莲是跌了就没有花了了、啊。没有花，现在有花。现在一直来啊。哎、啊，来啊。啊？有啊有啊，榴莲子这样大了了已经。啊，榴莲子这样大、啊。啊，什么亭啊？还有他讲用了那个黑水芒，它一流不回。我的黑水芒怎样？很好啊。像我这样讲话。几棵树你放多少？我放，这大棵放三几多？三几多啊？飞吗？飞。大刚啊。我那草容易拔。啊？拉要上啊。草容易拔。啊，拉要上。啊，各位啊，啊。这个冠军杯的黑水芒啊啊啊，这些啊，你们大的人不会讲假话的啊啊，黑水芒啊啊，还好你的女儿开肥料代理，不然人家拿去开了。我叫他开，我叫他开了嘛，我讲啊。这位安哥84岁哦，80多了咯。每一天晚上看我的 Facebook， 看到晚上几点？有时看啊，看到4点这样走啊。每天看吗？有啦，有人下午就有看了，有时得空就看了。啊，哦，黑水芒放了泥土有卵了。他讲那个草很好棒哦。草很好棒。拉要上。拉要上啊。哦。泥土松哦。啊，你看。这位安哥讲，榴莲放我的肥料，这一次少雨美不美？可以啦。别人的嘞，他们开，因为他们拿来开啊，开我的，开别人的、啊，他们很多黑子，我的没有什么黑子啊，你看，没有什么黑子啊，没黑子，我还亏啊，税啊，今天亏啊，因为我是赢两，他都两百倍了，我赢两百倍，一百倍水，把你关了啊，拜了。一个一个朋友隔壁什么赢我两年。是有一个两年咯，啊，3年咯，伊常常叫我，还是常常叫我应个。哦，伊啊3年了咯，伊长几岁？长几岁啊 ？Facebook 大家骂我，你看。去年生3磅啊，伊开三磅。三磅啊！三磅牛。去年我阁无催我，每门开三磅啊。诶，这个是自然开的，是无？是咯，自然开。啊，自然开的，这红哥是猫山王的老将哦。伊啦，我无啦，我亲情嘅，伊人我袂使。你看啊，我咧讲啊，我亲情嘅，我唔是。讲坦白吼，你会知哦，我有真侪顾客。我亲情，我一个芝芝讲嘅咧，啊 ，Mr. Lee， 伊讲我真头疼咧，我安怎咧？用你外流连钱落不了，国开会。伊讲到底要驳回啊，驳个？我讲你认为保哪一个，你就做哪一个，这个是自然的开的，他的一头水嘛。其实你。落了，你爱诶，帮补伊啦。了你用什么药咧？我讲真的啦，因为他这个是自然的开花，自然开花，不是你逼他去开的。啊，这个就你给他去开，你补好真贵，你帮我黑水芒咯。你看，伊讲绑了啊，土不嫩啊。啊，你看，黑水芒啊，啊。啊，十单上一单，一单几滴？啊，对啊，爱讲凭这些 S 倍抗 ，S 倍啊，嗯，十单上一单。啊，伊讲诶，啊，了解，比较高的。啊，等者，等者，我甲你倾哈 ，OK。各位啊，啊，这个是最有力的见证啊，啊。你看啊，榴莲味都好啊，榴莲味都好啊，啊，安哥讲他的榴莲很美啊，附近的不美啊，
啊，榴莲生下的榴莲比较美了，果比较美了，果比较美啊！啊，看啊，啊，这个不是伪造的啊，啊，各位啊。